另外一個成語又係成日講錯，又係唔係100個90幾啊？19,900幾個人都講錯啊！呢、這個字唾手可得，唾係個唾，亦係 saliva 啊，我哋嘅口水啊。咁啊，唔係唾手可得啊，唔係唾隻手落嚟得嘢啊。嗱，做個動作你睇呢個係賭仔嗰個方式啊。咩啊？Gambler 睇住點啊嚇？賭仔啊，想攞到樣嘢話叫做贏錢，就吐口水喺手度，跟住啜咗兩嘢，跟住就去攞個骰仔嚟熬兩嘢。咁所以咧就係叫唾手可得。啊，我亦都見到啊，即係上嗰幾個月前見到西片啊，似乎呢個美國人都係有呢一招喎，係咪？大家見面咁吐兩嘢口水，跟住就喺度猜兩嘢喎，係咪？好啦，嗱，睇一次，唔係唾手可得，係唾手可得啊。不過咧，新華字典呢個標準國語字典咧都有唾字喎啊，但係咧呢、這個正確嘅係傳統上係唾手可得啊，吐啖喺隻口水落嘅手度，跟住咧捽兩嘢，諗住就咁咪攞得到啊。其實係一種迷信啊，或者信呢、這個嗰啲叫機會主義者。諗嘢嘅方式啊，陸續有來啊，中文執正佢啊，啊！